寥寥无几。我们老板他们就是敢于送给，他就是能给，他就是你know，很会做市场。所以你看，特别是很多专家，你跟他讲这句话，他会听进去，因为很多专家哈。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他的产品没有人知道，他的科技没有人知道，他的专长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不会 marketing。 而我们公司最厉害的就是 marketing， 好吧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。好啦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。